Właśnie. Właśnie. Patrz. Hi guys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美食频道，健康美食哦。Hello, 大家好，还记得我们上期做的双皮奶吗？我们剩下这个蛋黄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蛋黄做一个蒸水蛋，这样做双皮奶的同时呢，也不浪费原材料，一举两得，然后一顿美味的晚餐就做好啦。我们开始吧。很多人在日餐馆都吃过这个木鱼花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。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。木鱼花是由煎鱼加工而成，煎鱼属金枪鱼的一种，体表光滑无鳞。新鲜煎鱼剔除鱼刺后，经特殊工艺反复生霉晾晒多次，直至鱼肉水分降至15%以下。半年后，最终重量只剩下原来的1/6左右，鲜味浓缩，成品叫煎节。因为烟熏后的煎鱼硬如木块，故也称为木鱼。煎节爆成薄片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木鱼花了。这是一顿非常简单、营养健康的晚餐，希望大家都能动手试一试。We are what we eat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、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。
谢谢大家。If you like my video, please remember to subscribe my channel.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